你之所以冥顽不灵，源于你理论的缺失，你理论的缺失源于你学习的停滞。下面就让我来帮助你与我们共同进步。第一条，与其和不知品性的人在一起，未来充满变数，还不如高傲的单身。哎，对了，他刚出现的时候也许是对的，但是后来呢？你知道他对你会不会家暴？他会不会赌博？所以，聪明的人绝对不会允许身边有这样一个可怕的隐患呢。你是偷换概念，像你吃饭可能会被噎死，走路可能会被马车撞死一样，你不能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就不吃饭不走路吧。感情也一样，我们从最基本的道理入手啊，你这叫存天理灭人欲，这是不道德的。七情六欲人之本性，你是想要自由自在独自一人度过一生呢，还是选择跟家庭伴侣一起天伦之乐呢？都得由别人决定啊，由那个当事人决定，得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觉，而不是你在这里说三道四，道德绑架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是吧？有道理个屁呀、啊、你呀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呀。来人啊，给我绑上。你就别逼我了啊！郭彦明，你干嘛？这都是你自找的！你放开我！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郭彦明，你个王八蛋！啊，我不进去，我不进去！上去！郭彦明，你要干嘛？哼哼，你要干嘛？这么好的夜色，我要让你吹吹风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